的水平啊。很严重的问题，我的 lens 掉掉了。需要眼镜吗？不需要。用个感觉吗？ OK， 然后跟着心走。OK 了，可以了。队长总是很喜欢挑战我的极限。Let's go， Let's go。OK 吗？还 OK 吗？可以啊，还是很嚣张，到现在还是很嚣张。有扣篮吗？有扣篮吗？我吗？怎么可以呢？会扣篮不是？我会扣篮吗？那是两年前的故事啊，以前的小贱掉，完全没有扣篮，我真的。不过还来嘞。他能不要防守 ，bro。不要求婚啊！到此结束。
正常去到睫毛回家睡觉。篮球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，我们原本是不会认识彼此的，但是因为一颗篮球，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，把我们聚在了一起。我特别感恩大家在这些年这些日子陪伴着我，看着我成长。哟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健的 AK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